太吵了，太吵了！救命！帮我们上去，我们过去干嘛？哈哈哈哈，怎么听到我的声音啊？不要拍啊！不要这样子啊！妈妈说不能拍，不能拍。那等一下见。Six hours later. Oh, good morning. Feel the family. 现在是下午4:30，我刚起床。哦，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我昨晚。就是半夜，好玩好玩。我昨晚都是在坐飞机，然后现在刚到台湾，到家里，到我的床就终于睡了一个觉，哦，好舒服哦，睡在自己的床里。大家好，我是傅冠杰，欢迎来到 Full Love， 耶！我现在人正在台北、台湾，然后哦，不好意思，太暗了。然后呢，现在 Linda 还有阿爹刚到我家，我要去接他们。All right, guys, are you ready?Let's go! Hey, 躲在这里 ，Hi! 哇，刚睡醒 ，Hi! Linda 还有阿迪亚已经到了，那今天我就要做新的尝试，就是当马来西亚人的导游。他们正在 register U bike， 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租脚踏车。我想带他们去猫空，因为他们没有去过，在那边看一下夜景，跟做 confirm。那你就选适合你自己的高度。阿迪亚，我觉得我蛮高的。很高吗？那这个好，这个。不要。这个。那个太高。这个就交给我啦。那我这几天呢，都在金麦那里骑机车。我现在突然要骑脚踏车，就觉得好慢哦。那我们出发吧。现在到缆车的地方，发现哦，它14号到28号都没有开，对，称职的导游，对对，这个新的体验就是要让他们感受一下，如果在台湾就是赶不上缆车的时候怎么办？难道行程就没有了？难道就哭哭吗？当然不是啊，就带你们更有乐趣，带你们去公车嘛。我们 U bike 坐了，捷运坐了，那现在当然是要坐一下 bus， 15号。好，我先找一下，这个就是面对事情的态度 ，right？ 开开心心的坐公车也行，反正我们就是 enjoy the process 嘛。反正没怎么到没关系。对啊，没试过多好玩，有没有听到？再说一次，没体验过的都好玩，都新鲜。是的，是的，都充满着好奇心。好，找一下公车再给你们说。水舞剧。我觉得不管你跑到哪里，什么都不用怕，只要你敢问别人，什么东西都可以解决。那你问一个人没有答案的话，你还可以问下一个。Eventually you will get the answer， 因为很多人都是愿意帮忙的。那人家来到你的地区，他们不知道你也会愿意帮忙吗？就像这两位，他们也没有去过。你要大声喊，我要怎样去猫空？那所以就给我带了。那我好像没有搭过公车上去，但我搭过公车下来，因为上次要回程的时候，缆车没赶到。这个到了到了，所以如果你想要搭公车上去的话，也可以，就是搭这个15号公车，上车。你只要一个悠游卡，你就可以走遍台北了，我觉得。到了，现在随便找了一间，因为我想说要新的尝试嘛。上一次那家就跟今天不一样，这里有一个夜景给你们看，这里越暗应该是越漂亮。等东101，101就在那边。我们的菜都来喽，一个地瓜叶，跟一个宫保鸡丁，还有铁观音茶。你们听他解释就好，我在那边慢慢吃。Smells good。
蛮淡的，可是很香。我刚刚还是啥啊？吃吃，好吃吗？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啊！很特写哦。嗯，我觉得台湾的地瓜叶实在是很好吃。我在家每天都会吃地瓜叶。真的吗？嗯。哦，那有没有家的感觉？有啊，那我就讲，哦，好像在马来西亚的感觉。哇、哦，我这样吃，我也可以回到马来西亚的感觉吗？不一样，不一样。来来来，还有妈妈的味道。嗯，好甜，就是那种菜的甜，不是糖的甜。Delicious， 员工宝鸡丁。哎、欸，它茶很香哎。嗯，对，很香。好香的。OK， 我们现在来到了士林夜市多乐华少司机，专业司机，专业司机 ，Yes Yes Yes， 哎，买了苦茶，苦茶，我这是甜的，很苦吗？你喝一口这个，我喝一口那个，交换一下。哎，是冷的苦茶，我没有喝过冷的，我来试试看，一口，有软有效吗？有苦有苦，但是没有比我在九份喝的苦茶苦。九份新的挑战 ，Stood， 特调最苦的，喝起来根本就像粉一样。哦，我有喝过，你有喝过对？有。我跟老板讲说我要最苦最苦的，有大家帮我多加料哦。那天喝到吐了，如果还没看那个影片的话，放个链接，可以去。只有那边是最苦的吧？对，我觉得九份那边最苦。那先带他们。观光客来到士林夜市，到时候走一走。你们有来过士林夜市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给你们看一下长这个样子。Google Family 有这家臭豆腐我没有吃过，但是 Linda 他们特地从马来西亚想要吃这家臭豆腐，所以应该是蛮好吃。我看生意不错，而且在现做。好。那个臭味好香哦，好香哦 ，Nice， 我们要进去坐喽。Oh my goodness， look at that， 爆美味哦。哎，你吃的方式跟我一样。嘿，这是吃醋心得。对对 ，Oh my gosh， 跟你们说，如果你们不常吃臭豆腐的话，我跟你说要怎么样吃哦。要吃哇，是一松鸡哦，大家一起看哦。要吃臭豆腐啊，我跟你讲，你要戳一个洞。这样子，你再把这个泡菜塞进这洞里面，塞越多越好，就越 juicy。对。然后呢，再来就是这个重点，加一点辣椒。而且我知道马来西亚人很喜欢加很多酱料。Perfect。拿起来，我看。Oh my gosh, look at that！ 这样吃最美味。喂，那很好。好吃，好吃，是不是有没有？哎呦，你这样介绍我真是没有吃过。那换辣辣看得出来哦。So juicy, crunchy, delicious。大家看得懂。臭豆腐。现在吃完臭豆腐，要吃我最喜欢最喜欢的胡椒饼了，太开心了。胡椒饼啦，合音吗？一点都没合到。好饿了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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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让我来理你们吧。Hello， 来我们 Fuller Family， 我们偷偷跟你们讲傅冠杰的秘密，好不好？我跟你们讲 Fuller Family， 其实这个人喜欢傅冠杰。没有，他吃到完全陶醉，完全不想要理你们。啊？怎么？对，镜头被抢走也不知道了。你们要对 Fuller Family 好一点 ，OK？ 我找到了排骨汤哦。找到了吗？ Yeah， 你一经过你就知道那个味道。傅冠杰很贪吃，一直在吃。你们今天开心吗？开心。我跟你们说 ，Linda 还有叉叉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很调皮，哪有想要模仿我？来，大家好，我是傅冠杰，喝
己，每天要尝试新的事情。喂喂喂，你把我们转掉。好，进去吧，去呗你。哦，排骨汤都来了，但感觉好像快被喝完了啊啊，那么好喝吗？没有，我现在老板还有两，还有很多，你看。哦哦哦。这是阿迪亚强力推荐的，强力推荐，而且这家的排骨汤今年有米其林推荐，所以我刚刚已经喝了一口，棒棒的，超级香的，这个烟还在冒，我才叫两碗而已，嗯，对，我叫两碗，因为这样子大家可以 share， 还可以吃其他的东西，对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介绍一下，好好，哇，真好 Q 啊你，你不要讲，我是真诚的。真诚的分享吗？真的很入味啊！好喝，好喝，好喝！这个排骨，你边吃吗？我吃完了。我不管。喝喝啊，大口的喝，还会喊号。说一下你今晚吃什么呢？有没有吃什么特别的好吃的可以推荐给我？喝肚子来，太好吃了。好好，我要跟你们讲，那我先吃了啊。我要跟你们讲，刚刚他说胡椒饼他一个人吃不完，结果他一个人把它吃光，现在还喝排骨汤。爆料爆料啊！好了，我这么喜欢吃胡椒饼，当然吃得完。你继续吃啊。啊，我已经饱了。现在来到了一个地方，嘿嘿嘿嘿嘿嘿，看得出来是哪里？我们在一个楼梯间，但是呢，因为这个楼梯地方很窄，所以呢，如果我不动的话，后面的人也都不能动。好烦，哎，你们听到吗？怎么了？有人说救命。太好了，快逃啊！救命的话，我们上去，我们过去干嘛？好了好了，我们去救人，我们去救人。谁要救命呢？是你吗？没有。啊？是救命。哦，没事啊。哦。啊，要回去了。夜市实在是有一点热呢。有一点哦。不是有一点吗？哦，应该是我们喝那个排骨汤啊，排骨汤会把就是很补嘛，所以把整个身体的血液循环都 ，very nice， very nice。现在要去见 Cammy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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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鬼叫。上车，上车，我们上车。好了，有到，又到，又到上车的时间。哎，你们呢 ？It's car party time. Party time. Music cue. 现在回到家，然后刚才现在正在编辑影片啊，在这里，然后任达在那边编辑，那里有电脑，还有 Cammy， 还有华少。然后刚才在想说，我其实我刚才我忘记做 ending 了，就是这里把你们带到家里，其实这里我们就是工作而已，应该刚才就给你们 ending 了，但是没有 ending， 所以只好在这里给你们 ending 啦。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影片，我们现在就是在这边工作聊天，就好朋友在一起就不一定特地要做什么，反正人在就好了，人在就好，人在。你这个是什么呢？你的影片吗？对啊，新的影片哦，可以去看 Linda 的影片。还没上。嘘，但我播这个影片的时候，他应该已经上了。Linda T T V。好了好了好了，那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看我的影片的话，欢迎你现在也订阅加入我们的 Full Love 家庭，每天尝试不一样的东西，每天勇敢的做自己。好了 ，Full Love Family， 我这个角度。有点喘不过来气，我们明天见喽 ，Love you guys， 大家要不要说再见？拜拜拜拜拜，哦哦，爱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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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挡不住，哈哈，拜。